今集我要挑战你。好啊，惊咩啊？你想唔想咩啊？一语俾命，刀工啊！刀工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话好就得啦。今次就用切金笋嚟测试一下你哋嘅刀工啦。金笋系好嘢嚟噶，佢含有大量胡萝卜素，有美目明眼功能。不过如果同橙、提子、梨一齐食，会影响甲状腺功能啊。而今次你哋要对决嘅项目就系将金笋切成薄片敷喺面上面，遮得最多面部范围嘅就可以赢得今个比赛啦。三二一，切啦喂！铿锵有力啊，听唔听到啊？个势都赢你啊！你俾啲反应我一层啦，你净咁我唔出声噶啦，冇逼我，我一唔出声就好恐怖啊！咁样，系啊，系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好难噶，系啊，你啊，容咗啊，跌咗去边啊？跌咗落雨沙嘅，唔得太重啦。哎呀，遮到边啊？额头使唔使啊？要啊，唔想遮。哎呀，啊佢会跌我唔想攞呢啲嘢掂我块面。唉，既然你咁唔愿意，不如就入厨房做翻你最叻嗰样啦。牛肝菌意大利饭，材料有意大利米250克、洋葱半个、金笋半条、牛肝菌30克。白酒一杯，做法是先将牛肝菌洗净，浸热水备用。金笋切粒，洋葱切粒，将意大利米同埋洋葱、金笋用橄榄油略炒，加入热水，收干水之后加入盐同埋牛肝菌水，跟住再加入白酒，切碎咗嘅牛肝菌煮多一阵就可以上碟啦。耶，用四